怎么会忘记加油？哎呦，我现在这里是哪？啊！哎，我想到了，我手机当中有按公交 APP 啊。这时候我们就来展开定位，即刻救援。小姐，你有叫拖车吗？有啊，你怎么会这么快？因为我有按公轿。哇，这个按公轿真是功能太强大了。